放粉蕉莲，嘛人讲放红卡莲。那么伫滨海地区啊，拢讲做放红卡莲。那么过咸水甲这新营一带过，因就讲讲放粉蕉莲。那么这历史啊，大约已经有百通冬，项目伫日本时代以后就开始形成这个地方的这种民俗哦。那么即目前啊，差不多伫这个北江溪南北两岸，一直到吉水溪北岸，差不多拢有这种这個、要有这种这庄头伫咧放粉蕉莲、放红卡莲哦。调查所在哦，伫咱台南这边，这大概要有十几个庄头吼。有差不多十组到十一组，也伫咧放种红卡莲、粉蕉莲哦。这是一个真好的风俗哦。延续祖先留落来的一种传统。那么伫做石刷，伫农闲之余吼，伫遮做伙咧做娱乐啊，代表农村一个活力哦。啊！即摆即个高龄参与类都不分男女啦，有当些少年的啊，哦老伙啊，大家拢会出来看，哦，即、這个庄头去遐看，迄、那个庄头来遐看，哦，会当保持啊哈，即、這个庄头甲庄头的即个联系，即、這个友谊，哦，所以即个传统啊，哦，进步程序都啊，庄甲庄的交流啦，交友谊交流啦，都啊靠即个粉蕉莲活动。那么按台南这边遮。早球人咧放灯莲，海边啊人放灯莲。那么放灯莲是伫咧做一个所在，变啊讲学家过冬去，学家咸水新年啊，才放灯莲。那么因为放灯莲啊，大概风行伫即个疫控年代。那么以后因为饲粉蕉的人饲红卡人少，啊，所以才渐渐收起来哈。那真就看袂到种放灯莲，真可惜哦。那么真所看到拢是灯莲哦。那么灯莲用作有四种方式是咧放，有四种方式哈。一种是现家人诶，哈，一种是软家人啊。那么另外两种是垫杯诶，哦。那么垫杯有分珠甲无分无珠诶，有这四种诶，种放粉蕉、放红卡诶，种形式哦。那么伫安大台南遮正定居诶所在，用这四种诶放粉蕉两个方式拢有哦。这就是代表一个文化的多元性。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讲，因拢差不多伫即个二月、三月的即、这个较风较恬静，就讲北风啊拄啊结束，啊南风拄啊咧行的时阵吼，而且这时阵拄啊是拄啊报切啊、种切啊拄啊种无偌久，所以迄段时间天气稳定，而且时间较拄啊好，拢伫这时间来咧放粉蕉哦，放红卡莲。那么庄头拢是用对抗式的，就是讲你庄甲我迄庄，按两庄哦，都饲五六条、十条啊，按来做下来娱乐。因当中并无任何大交涉，无咧插播啦，无咧讲有赌博性的这种形式哦，拢是放松的尔。啊，就我一当就饲只十只，饲只十五只，啊，就放到这个时间来放粉蕉、放红卡莲，互大家欢喜。啊，甚至抓到的时阵啊，送给人安尼吼。但是这制度以后形成讲，啊，就会抓到，就爱去交公司，啊，公司啊，一点薄啊，津贴给伊，比如100块、200块，甲津贴给伊安尼吼。这代表一个农村哦，真娱乐，啊，而且哦，真和谐，在进行这种互相的比赛。那么当中牵涉到讲庄甲庄因的联谊吼，啊，所以这是庄甲庄当中是足好的一个互动。菜鸟吼，诶，过程吼，要学西人的进程，一定爱先种秧，种秧了爱头虫，头好了较落芽。即只吼，像即只，这着怎进，才怎出出尔。啊来，这着爱去采足久个，这进才出嘞。哦，爱算安尼算出客成功啊，着袂死啊。这头是咧十三四日啦，哦，即方来着爱较重要啊。你这着着爱有采有百来。伊就自然就较大啦，这两只就出较紧啦吼，差不多伫个50磅左右啊。哦，安尼就这安尼，佫两只啦，就会使甲掠上钓仔顶啊。哦，啊，阵拄仔咧挂时间，阮就还袂要掠起你啦。那粉蕉有果蝇，来甲我讲。一般像我的粉蕉，我一般那粉蕉果蝇，就是讲粉蕉，但是啊，那果蝇看品种就知影，因为伊品种会淡淡乌乌。哦，刚才你鸡也是刚刚秘书老边啊呢，哦，你好爱，我那爱用感冒药啊，种好食，哦，但是这是咱普通利用啊，一般有饲阮遮的人，大部分知影这啥物毛病，用迄药啊，食若无好，哦，甚至我进来做，就是讲，我若惊禽流感来话啦，哦，话较早讲有啥物日本脑膜炎啊啥物，所以我即摆这粉蕉若果药，若是讲食普通的药啊，食无好，哦，我拢掠去防治所，
哦，咱南县黄迄、那个黄助手，东黄助手，东黄助手，我去遐互伊陪诊，陪看即只粉鸟是对是达高样，哦，我来叫伊开药，我去买药来我吃。咱饲粉鸟，我来注意，我来注意即个公共卫生即、這个环境问题，哦，即钓啦足重要。伊即排档的啦，排档有阵时粉鸟啦较无力的，伊飞袂到位，所以即款来用赌博的方式对，哦，粉鸟飞袂到位啦，伊飞袂到钓仔顶吼，所以你。若有人讲要用跋筊的方式，即落吼，会算讲无公平啦。即粉鸟飞无够吼，较会产生一寡摩擦，所以阮即吼，无你用跋筊的，吼，即款是纯粹就是伫保持用伊的成绩的尔吼。啊，佫另外一个就是讲即个虐待动物，有人去怀疑讲虐待动物。我顶下有哪捌人佮，捌人你问我，我佮解释过，就是讲，即个佮人你啊体重相共，我哪会当佮分析讲，咱人举体重，啊，即是。粉鸟抓体重，啊！这粉鸟，咱这人个抓体重，就是讲，咱嘛是对，吼、哦，十公斤、二十公斤，吼、哦，安尼训练、训练、训练，到比如讲也有一百公斤啊，一百公斤啊，咱就是要比赛，你来抓有法，你抓有法的中间，你哪会搁增加起哩？吼、哦，压也无啊，你嘛无可能搁增加起哩。啊，粉鸟，咱讲这个意思，阮伫训练这个粉鸟，吼、哦，是咱对五寸、五寸二、六寸，啊，伫啊训练、训练、训练，到伊八寸甚至九寸的会飞。即只粉鸟吼，阮、哦、有用即个接重的物件伫予拍吼，无讲哦超过伊讲哦，啊，即只粉鸟都拍五寸的尔，阮着甲用八寸的予拍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即个嘛袂当讲虐待动物，尤其嘛袂当去虐待，因为伊粉鸟即个精神物件，你用重物飞，有当时啊伊若无飞，伊着休落啊，伊休伊着袂飞啊，吼、哦，袂讲搁去甲虐待着啦。啊，以往针对即个苏联的比赛，即就是国争头。哦，国争头一对手，哦，啊，家己花甲花，哦，啊，大家在做配合，啊，每一回合，就是讲一来一往，哦，今仔日，哦，这个争头过对方争牌，明仔载换对方争过来这个争头牌。啊，那么公平哦，是百一粒啊，百一粒的中间就是七二、七四、七六、七八、八寸、八寸二、八寸四、八寸六、八寸八、九寸，拢各十粒。九寸二有八粒，九寸四有两粒，安怎八粒？公平是八粒，但是这八粒嘛，就是一天的中间，啊，双平头，双平对方庄，啊，长挂一日，看上挂长来分交量比较较济。啊，经过激烈的这個。战术了后吼，啊，真大家咧拼面子的，啊，拄仔已经一个挂九寸啊地，啊，另外一个吼，伊为着要拼迄个面子吼，挂这粒是九寸二，吼啊，若九寸二挂地吼，伊内心的这个成就感哦，会非常的欢喜啊，啊，所以就大家咧拼这个面子赢。其实阮挂粉鸟零哦，无咧输赢，唔比团心啊，吼啊，不如到若卡输来挂地的话哦。永安看某仔都笑命命，哈哈！这放粉鸟是咱足重要的活动啦。这咱古早的民俗活动，咱袂使去断的。搁断的吼，若后日要搁倒断啊，这就无可能啊，都已经无招生啊嘛。要哪有可能通搁有这个粉鸟通搁挂？咱这政府吼一定爱在造支持，互咱这农村，互这农业社会吼有一个哦娱乐。五六个的兴趣吼，啊，两最正啊，大家一个友谊，这政府吼爱甲咱斗支持。来，一二三，哇！对啊，贝家对啊，贝家等你。